公视谁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假动作找人，直接往禁区送，成功了！进了，我进了！2018年4月，国际足总公布台湾男子足球世界排名超越泰国及纽西兰，要进到第121名。台湾本来被视为足球沙漠，现在开始有点成绩。谁来晚餐今天要拜访的是足球员陈浩伟和他的家庭。我们好像还在做梦中啊。哇，陈浩伟26岁，台湾国家队足球员，花莲出生的阿美族，喜欢思考又念旧，是个有着青春肉体的成熟灵魂，但常被朋友说他的幽默感要加强。所以你看我保留很久了，我记得这次也是在香港打，应该是14岁吧。这胖东，不觉得好看吗？真的。念旧情的他想邀请从小没换人过的偶像，希望是罗志祥。你把帮帮忙好不好？你捧恰恰吗？是用头发啦，也不要那么跌倒嘛。OK， 西装头而已呢。陈景福54岁，退役士官长，他是浩伟的继父，目前退休在家养病。虽然健康亮红灯，但每天仍忍不住偷喝酒。这个酒别拍到，让浩伟看到啊，会被他骂死。士官长想请的来宾是，沈文成，是我蛮喜欢他的。妈妈吴兰英52岁，侯牧的女儿，也是喜欢唱唱跳跳的赵福元。敬礼，现在跟对比的。哎呦，他想邀请的是，像王梦玲他们啊。这是我以前。We are the champion。浩伟同母异父的大妹陈凯琳24岁，浩伟的家务大总管和粉丝团团长，也曾是出国比赛的拔河选手。他想邀请的是，我想找张惠妹。同母异父的二妹陈凯维22岁，与双胞小妹凯妮分别在花莲与金门从事军职。他想邀请的歌手是，我想找黄美珍。外公吴汉勇84岁，花莲凤信部落总头目，他永远是丰年祭里最威风的那一个。他想邀请的是，白冰冰啊，白冰冰啊。浩伟还有其他庞大的阿美族亲友团，在来宾上门前，我们先来了解浩伟的家庭故事吧。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now, invite everybody you know to come and support us. And each of you do it, because it's for you. Not no.长庚大学足球场上，英国籍的总教头 Gary White 正在帮中华男子足球代表队做赛前训练。7年前，陈浩伟在国际比赛中被中国球探发掘，成为北京职业球队球员，旅居中国。他跟许多旅外球员一样，国家赛事时受国征召回台效力。他是我的英国友人，
他是台湾混血，他在英国一个伦敦吧，是伦敦吗？伦敦一个球队，可留两面，欧巴。这一天，签署不同球队的老战友们也难得一起叙旧。我们五个在台电，他是算是大学长。向浩伟他就是搞笑的时候不好笑嘛，啊不好笑的时候，其实他长得很好笑。对，小时候。对了，小时候都一起吃饭一起走啊，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对啊，开玩笑玩在一起。他现在有小小成就，然后可以照顾我们这些小老弟。以前就会常动怒，然后没办法思考自己。现在他会克制，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光环。加油！加油！二年级的学弟啊，二土啊，你带的？嗯，紫色的，紫色的，紫色的，可以吗？啊，你知道你们以前不是一样吗？我们以前过纪录哎。哦，对啊。难得元旦连假，浩伟回到花莲，先到母校参加运动会。他毕业于花莲高农土木科，现在是杰出校友。浩伟以前的女朋友大部分都在这个是食品科，餐饮科啊，那餐饮科在这里。然后他练完球就有人送蛋糕给他吃。他们做好吃的没地方送啊，就没办法给我们。没地方送的时候，总没地方送，总没有送来给我们土木。这样子会不会太优秀了一点？可以。这样子母校对您是不是感到非常的骄傲？非常荣幸，非常荣幸。在那个四强的时候输宜兰嘛，然后我在那边泪洒球场，非常挫败。我还记得他最后在场上一直喊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有没有？一直在喊说不要放弃那时候。来，我们去打字啊！你是不是好失败啊？花农足球队成立35年来，国高中足球联赛崭露头角，更培育出一届届优秀的国脚。结束。足排球，然后这个其实可以练基本功，跟你的判断的弱点。足球大将亲临，学弟们纷纷讨教几招。等，然后踢脚，然后你身体会卡住，那我就跌了。你要利用对手犯规，然后你要去骗他。这就是我家，对呀，可爱的小房子。哎，哥哥回来了。是我爸爸，辛苦啦！以前的士官长，不要这样子，你回来了，对，辛苦你了，辛苦你，你先煮菜。好，我先煮菜。先忙。足球大明星一年才能回家两三次，爸妈见到面都很开心。浩伟家住在花莲新城，兄弟姐妹都已经不住在家里。很久了，这个我。浩伟妈妈还在工作赚钱，他跟二舅妈都是照福员，访视独居老人也是工作之一。他已经在幻想，他有一点那个失，有那个失智的那个现象了。嘿，他说前面有蛇。金马哥公，对，你看他知道我，记忆力很好，对，行了，对。一方面跑居家，一方面还可以顾到我老公，这样，浩伟的爸爸。陈妈一直是职业妇女，卖槟榔，餐厅打工。她也曾经跟着退役后的丈夫去新竹工作。常年来，五个小孩寄养在不同亲友家。那时候跟着爸爸去做木工，跟他的兄弟都是做木工啊。我自己也在一个餐厅那边上班。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他有那种肝硬化、胃溃疡，所以是他生病之后倒下来，我才知道他的病是这样。前两年，陈爸生了一场大病，夫妻俩又回花莲。陈爸病情稳定后，半年前陈妈重回职场，加入照福员行列。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了。花莲机场是我以前服役的时候的地方，
F 五了，这三架停在停机坪里面的都是幻象了。浩伟的继父做过25年的军官，那是他最得意的日子，而住家也在机场旁，生活中每天被飞机叫起床，吃饭运动也常伴着飞机声。最好是肚子不要炸到了。小孩子说：“哇，那个老企鹅又在那边在运动了。”陈爸听医生的话，每天规律的运动，但唯独喝酒的嗜好，陈爸割舍不了。酒瘾一度让他生活出了问题。以前在新竹工作，你一喝可能就不想上班了，就是这样子喝啊，喝到半夜才睡觉。陈爸曾在大病期间戒酒一年，但最终仍是失手，常在喝与不喝之间徘徊。我只有买一支给他，不买他等下就生气了，等下被我骂。你看看，是不是？可是他都喝几瓶啊？八瓶。有那么高吗？不要越讲越多好不好？我是他老婆。最了解他，你不要听他乱讲。哇，好香哦！真的，过去的生活压力让浩伟爸爸喝酒解闷。生活金钱上的压力真的是很大，那时候也没一个月也没领多少钱嘛，然后光是他们的学费、生活费那些，真的有时候很吃紧。每天喝酒回来呢。我说你们当了什么？你们到底什么兵啊？怎么那么好？酒美哎，每个老公回来都是酒醉了，都找老婆麻烦，然后又吵架，砰砰砰砰。明天这边是五爪了，好几爪了。以前我很生气呢，他动粗的时候，我整个这个脖子都给他抓。他们的队长说：“陈士官长，你的脖子怎么了？”我老婆抓的。可是我们队长是看我。被抓到这样子，去买竹叶青，去消毒消毒，然后擦一擦啊。有一次想想这些都很好笑。回忆了。真的。回忆起夫妻两人当初的相识，是段军官与熟女的浪漫邂逅。我还在军中的时候有足球队嘛，那个棒球队。常常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就去德兴棒球场那边跟人家切磋，我妈妈就是在那时候在球场认识的。我也说她没有脾气的女孩子，结果结果我们说哇，你大十八变的感觉了。现在啊，包个架，打头架了，你不吃饭了，我不管了，你坐在哪里先打了再说。我有练带剑道了，高中。我本来就很温柔的，被逼的。我以前没有脾气呢，他讲什么，他讲东我就走，讲西我就这样。因为我没有这么温柔啊。不是。还没有脾气啊，以前。那时候。结完婚之后真的是不一样啊。暴君。所以我帮他起个外号叫你暴君啊。以前叫什么？以前结婚。小可爱。小动啊。没讲。哎呀，大家好。凯维和在金门的双胞胎妹妹凯妮都是职业军人。凯维任职于花莲防卫指挥部，他住在军营里，是离家最近的小孩。那时候是猜拳，本来两个都要先外岛的，然后就有打公共电话问妈妈，说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去外岛呀？妈妈就说就哭，一个留下来嘛。我们只能猜拳决定了。太久没吃到家里的菜的时候，最想要回家。妈妈发脾气的时候，爸爸喝酒醉的时候，就想离开了。这是我的百宝箱，它现在有快30公斤，我每次回来都这样。浩伟回台湾最常住台北大妹家，凯琳也是体育高手。高中时先斩后奏，转学到台中大理高中加入拔河队。我是要出发前一天才跟我妈讲说我要转学，然后买好车票，晚上我才跟她讲，然后就吵很久。然后我跟她说你不让我去，我就要跳楼自杀，我就跟她这样讲。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从小感情很要好，爸妈吵架的时候，兄妹是彼此的支柱。
一开始就会吓到，然后后来又来了，就在吵。小时候吵很凶，超凶的。我们那时候还小，我们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就在旁边看，然后就在旁边哭。两个都硬了，所以石头撞石头爆发，惨不忍睹啊。其实我很怕，如果他们就是会离开我们。到底谁的离开让凯琳害怕的哭了起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国家队足球员陈浩伟和他的家人。老公，老爸，想你呢。是。饿了。姐姐。浩伟难得回台湾，今天全家回到凤林外公家。浩伟是外公一手带大，每次回花莲都会来看他。欢迎来到头目家。奉信里的最大头目，谢谢。随着台湾的都市化，头目传承由过去的世袭制改成选举制，一届四年的任期，受提名候选人会在丰年祭时经族人投票选出最高者当选。一摇火焰，一摇火焰。外公自民国83年即受选为吉纳鲁岸部落的头目，连选连任至今，是受人敬重的长辈。Hello， 二叔吗？回来了。对啊。二叔吗？是我二嫂。对。哎呀。二舅妈她在给我们做好料，为我们等下的中午。因为浩伟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好久没吃了，拿一个盐巴好了。路桥。路桥。我以前小时候是用配盐巴。这样子就好了，嗨，吃，很好吃，很好吃哦。阿美族自称是吃草的民族，家家户户都有菜园，因应不同季节有不同野菜，发展出特别的饮食文化。太慢了。太慢了。就是小时候我们一起长大，我表哥、大表哥跟二表哥，被舅妈修理，一起玩。多懒的。在后面玩泥巴呢，玩泥巴，丢石头，哇，好厉害哦！那这个呢？要把它剖腹。怎么剖？检查一下它剩几个。家族里都是运动高手，大表哥乔治打篮球，二表哥吴乔伟打棒球。而前篮球国手钱维娟是他们的阿姨。肌肤按摩，肌肤给他按摩一下，太骚了吧！按摩一下，马杀鸡。拉住，哎，这样子对了。我的兄弟，不好意思哦，我感觉踢球现在比较上脚了，这个是上锁的，我不太行。看最帅的菜的，阿伟看一下阿座，哎，阿座，阿座，哎，阿伟，我来看你啊，阿伯伯，阿妈，抱抱，哎，阿妈说她93岁了，88号，她说她会喝米酒跟宝丽达，她喝耶，她今天才一杯，不是喝满满的。感觉到，你把这个看一下我表演啊！拉的，用力多，哎哎！从小在外公家长大，舅妈也参与了浩伟的成长。跌倒自己跌倒啊，就哭啊，哭到自己脸都发紫。哇！我就看到被警察啪啪啪啪给，然后才那一口气才出来，这样啊，很恐怖哎，天哪！小时候。他脾气很硬，不能讲他，你讲他他就生气，甩头就走了。我公公婆婆很疼他啊，因为父母亲不在身边呐、啊。然后阿嬷，他跟阿嬷要什么东西，阿嬷就会去买给他。
浩伟还在妈妈肚子里，生父已经另结新欢，最后两人离婚，在小孩出生后便将他托养娘家。我那时候已经怀孕四个月了嘛，然后我不知道浩伟的爸爸在外面已经跟人家跟我一样也是有怀孕，然后是我的亲戚朋友跟我讲，哎，你那个老公或怎么样这样，那时候我都不相信，我一直坚决，我想说我不想走那种路。我妈妈一直求我回来，生完的时候浩伟一岁，我就认识我老公，我跟我老公82年结婚的。爱情再度来敲门，吴兰英认识了新男友陈景福。交往时，兰英隐瞒自己有小孩的事实，很怕失去我的感觉了，所以说他会隐瞒下来，后面才让我知道。那时候正好是去回凤林，然后浩伟的姐姐思婷，她就叫我老婆说妈妈，就是叫妈妈，我就说嗯，是你女儿了，怎么有女儿了？后来陈景福还是认了2岁的浩伟和7岁的姐姐思婷做继子女，但兰英的公婆不想承认这两个小孩。尤其是我的夫家，也是不会接受我这个孩子，一直到现在啦。因为之前我的婆婆有讲过一句话，她说那不是我老公的小孩，那时候我心听了会很难过了。虽然浩伟在高中时才确认自己的身世，但年幼时的他深深感受继父家族对他的排斥。也有一段时间是给爸爸那边的那个，就是阿公阿嬷养，啊，就很不习惯那边，很不习惯那边，所以他每次回来，他们回来的时候，期待他们带我回家。浩伟的出生在生父家也存有另一个误解。那时候我生孩子，他们那边的人连我生产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去看过我，他们还误认说浩伟不是我。浩伟不是跟他爸爸生的，这样。对生父母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浩伟当然也想了解未曾谋面的亲生父亲。今天是因为还蛮好奇，想看他怎么样。看过那个照片啊，但我看过。照片还蛮帅的。跟你一样帅。你像李小龙。印象比较深刻是高中，因为姐姐刚去新竹嘛，她去突然打电话给我，姐姐打电话给我说，我现在跟爸爸吃饭，我说哦怎么了？你知道是哪个宝宝吗？我以为是，回家说哦陈景福，我说不是啊，你亲宝宝了，哦怎么了这样？然后她就那个是人生中第一次讲电话，就跟我讲，其实那时候也蛮有点哽咽一样，就很奇妙那个感觉。身世被揭开，不止浩伟本人震惊，凯琳也害怕兄妹关系改变。其实我很怕，如果他们就是会离开我们，就是他不是我哥哥，我之后的话，我比较担心的。我不想搞太多复杂的东西，因为这样也是会影响妈妈，他应该不会回不去了，回不去，这种事情也回不去。是不是同一个爸爸生的，其实不影响兄妹间根深蒂固的感情。哎，你都来没跟我讲？我刚才在找，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间。他们都知道，一起长大、相互支持的情感不会因血缘而变化。我们家很怪，我们家都不谈心，但是感情就很好。就是我，你不用跟我讲什么，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这种感觉。从小经历各种情绪的浩伟，早熟懂事。感念父亲的养育之恩，也能同理他的所作所为。其实他对于他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家庭，其实他包容的也是蛮多的。因为我跟姐姐不
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也愿意跟妈妈这样子共度一生，白头偕老，但是他还要去接受不是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他的绅士的风度就在他的行为上面。然而继子的哀伤与超越成了浩伟在足球生涯上的重要磨练。我也想要被肯定，踢足球啊，我记得是国小三年级，刚好有这个机会啊，我也想踢球，所以我把这些怨恨啊、生气啊，然后活泼的东西放在这个足球上面。对，所以我一直后来就变成一个梦想了，然后就想证明自己啊，肯定自己。刚凯琳跟我讲，他说妈妈你知道吗，和哥哥一样。球赛开打在即，是出了什么状况让妈妈十分担忧？别走开，马上回来。好紧张哦，会不会影响他比赛？今天谁来晚餐要来认识的是国家队足球员陈浩伟和他的阿美族家庭。阿美族有个传统叫八格浪，一直到河边或海边以水洗涤祈福，放下过去的不美好，迎接新的太阳。一样的方向往前抵到腰部，这剩下的抓起来，这样哎，你中吗？还可以，其实。三，哇！哈哈哈哈哈！打结了，你看。浩伟回北京前，一家人来到溪边捕鱼祈求。浩伟在新的旅程中丰收满满。看一下，看一下，应该有两三颗石头吧？有石头。哎，有鱼了，有鱼了，你看。跟家人其实还有跟大家族其实是很少碰面的，所以但是一有机会啊，重要节日或是比赛，就会跟他们大家聚在一起，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所以我很喜欢自己的家乡，还有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的感觉。人生中第一次想念你，可以当大人当爸爸。你要露出来是有点小啊。三个从小玩在一起的兄弟聊起童年的种种趣事。我们国家搭配哦，然后我们两个站不稳，我是头心最低，对，棒。然后他的在后面打到牙齿断掉啊，他牙齿断掉，他们就带藤条。在干什么？对，每个人都被打的。哎，怎么有人在哭？哎，以前阿妈是我们的杀手呢。阿公是好好先生呢。阿公不会。阿公太好了。阿公都完全不会骂我们。捕鱼是传统阿美族男人的必修课，浩伟的技术是否合格呢？总头目要来好好鉴定一番。就两条三条，先求有，先求有再求偶嘛。四条，不会抓鱼，就是不是男生啊，不是英雄的哦，也没有办法，别人要介绍啊，也没有办法去老婆啊，不会这样。就是老烟点一毛嘛。这个意思是老鹰要飞的最高的头目一定要带这个老鹰最大的意思了吧，哦，要照顾部落。哇，头目阿公不只是族人的精神领袖，也是支持孙儿的重要力量。远在北京的浩伟外公最挂念他。我们家庭礼拜的时候，他有特别讲，孙子在外面一个人自身的，哎呦，他也是讲得很感伤了，说为浩伟祈祷。职业球员的环境现实，浩伟刚到北京的第二年，经历一段坐冷板凳的低潮时期，还好有台湾家人的支持。那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叫阿公祷告啊，这样。就是看到这个阿公的照片的时候，
对，有点安慰哦。不容易啊，工作不容易、啊。然后他从小把我带大的，然后很多话不知道了，怎么说？对对呀、啊，就是这样子。浩伟再度返抵国门，此次回台是为了参与2019年亚洲杯资格赛最终轮比赛。中华队目前积分排名第三，虽然没有晋级的机会，但此次的胜败关乎台湾的世界排名，也是具重要性的一级赛事。到金人站的男人很多，金人呢？你怎么知道？都全部要在哪边？我一直在山上，才见识哎。我外孙，你说嗨，对，嗨，嫁到金门的姐姐思婷也专程回台看球赛。啊，我们就是难得看到我弟弟来比赛，我们就，我也是从金门过来飞过来，就刚到。在球赛开打之际，球场的兴奋气氛高涨，但妈妈的神情却显得凝重。刚凯琳跟我讲，她说：“妈妈，你知道吗？说哥哥很像重感冒，昨天打两针这样子，好紧张哦。”看到浩伟能以先发上场，让家人顿时安心多了。掌握住球权，从右路哇！不过陈浩伟要拿球就遇到很大的一个阻碍，马上就把球给拿回来，有了陈国良帮他。现在呢，似乎呢大家都知道十号不好惹啊！哇！浩伟加油！浩伟浩伟浩伟！加油加油！跟队友礼貌给到了陈浩伟。啊，不过这个角度，好可惜哦。这一个站位收球之后，陈浩伟再近一点，哎呀，啊！的合作把他给抢断了。现在从右路，陈浩伟球被铲掉，你犯规啦！浩伟没关系，晚上就公拿个牛角给你吃。我是以为他脚受伤了。因为我看过他那时候在美容国中，他们中午的时间太阳很大，在沙滩那边这样跑，中午的时间，哇，好热啊！他还是一样很努力的，他反正他很辛苦，他不会在我的面前这样哭。没事啊，他在球场上啦。而浩伟继续回到球场上，中华队立即传来捷报，漂亮点击，上去了，要进了。在观众台上，爸爸像是啦啦队大队长，带动整个家族为浩伟大声加油。中华队终于赢了，1-0了。浩伟也很辛苦，大家中华队的球员都很辛苦。这次胜利，台湾男子足球向前要进13个名次，来到世界第121名，创下历史高峰。今天是神秘嘉宾到访的日子，厨房忙着要招待贵宾的阿美族佳肴。大部分的食材都是当地的野菜，珍贵的黄藤心是浩伟爸爸一早砍回来的。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是有很重要的人物或者是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们才会煮藤心。这边有亲人的眼泪，这个是下雨天才会有才会出来的东西。
今天的料理方式也很简单，目的是要吃到食物的原味，多以凉拌的方式，是健康的一餐。不过的话，再吃第二个，表示他吃第二个就表示这个很好吃，因为我用爱心煮的。浩伟的妈妈除了担任厨房助手，餐桌上的主食糯米饭也是他负责的。刚好是来宾要来，所以我们才会煮这个主食啊。包一下，包一下，辛苦了。哎呦，没有肉，我的肉给你。为了这次的晚餐，浩伟也特地向球队请假，回来台湾。欢迎，欢迎。道道美味佳肴陆续上桌，大家觉得今晚是哪位嘉宾一起共进晚餐呢？应该小猪嘛。我希望，当然希望张惠妹，我希望是黄美珍。欢迎嘉宾，沈文成也不错了。神秘嘉宾即将到来，究竟是谁喜爱的歌手会出现呢？是动感天王罗志祥，民谣歌手王梦玲，天后张惠妹，摇滚女将黄美珍，会唱日本歌的白冰冰，还是金曲歌王沈文成呢？我们每天在一起，从来没有好好正眼看我。我现在是个平板嘛，我现在是个屏障，我现在看的。到底是哪位嘉宾传授增进情感的妙方，要陈爸陈妈深情对望呢？别走开，下一段即将登场。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来自花莲的足球员陈浩伟及他的阿美族家人。踢足球还紧张。谁来晚餐的专车终于出现了，神秘嘉宾到底是谁呢？答案揭晓，今天的来宾是黄美珍，台东卑南族的女歌手，参加歌唱选秀节目出道，赛后和赖明伟组成神木与童，后来以摇滚女将的实力征服许多歌迷。确实是我第一次来到粉丝家一起享用晚餐，我现在有一点点紧张，你知道吗？来自台东卑南族原住民部落的黄美珍也对阿美族料理很好奇。其实糯米饭的话是要用手抓，这个比较香。对呀、啊。就是曾经放过吗？要不要吃过吗？吃过吗？来碗来。如果要用感觉，吃过的应该是苦的吧？对，这个不会。我刚刚害怕。这个是这个、嗯、这个不会啦，一般都是用煮汤。对啊，很苦吗？不会，你吃看看，这应该不会。美食配美酒，头目现场教了美珍一首阿美族易学的歌曲。原本安静看着偶像跟家人同桌吃饭的铁粉凯维，被说起追寻偶像脚步的过往，顿时兴奋起来。他以前从你星光大道就喜欢你，收集你的海报。对呀、啊，我们家都是他的海报，大海报啦，房间啦，还有想参加啦，结果他没有。我有去参加星光三，就被刷掉。你们当评审？对。好遥远哦，有很久的事了。我每次只要听到一首歌，我就会哭，只怕想家。我一定会哭吗？这首歌，那时候当兵的时候，然后在成功里，啊，刚好就出，就那左右就出了那首歌，只怕想家。哇，这么刚好，真的超刚好的。我刚刚我今天有带吉他来，我弹你唱好不好？不要，你先唱啊。那一起唱，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我以为如果有热情，
有成长，有理想，最后总会被了解，被培养，被奖赏，怎么诚实想在细细听那个歌词，气曲有点走，就是会自己在外面打拼的那种感觉。对，这是你自己写的吗？对啊，这是歌词里面的内容，内容是我的故事嘛。嗯，这首歌也唱进了浩伟的心底，美珍也跟浩伟有着类似的成长背景。我家里的环境也是比较不好，然后呢，我国中毕业我就没有办法读书，那我15岁开始打工。就开始要帮忙家里面赚钱嘛，也很幸运的可以参加星光大道，那一直走到现在。那我觉得在外面生活，特别是很早出去外面工作的孩子是不太容易的，是因为要面对很多在外面的压力，很多在外面的孤单，或者是很怕家人对你的评价，或者是我出来我说我不成功我就不回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嘛，就是很希望我的家人会因为我而骄傲那种感觉。打扮回家之后，都会说我很好，我很好，我很好，其实都在哭，所以我才问说浩文有没有哭过，就是躲在棉被里面，应该有，可是不会在爸爸妈妈面前。对，不会。对啊，我的个性。在听着大家述说过往的低潮经历，同时运动员的凯琳也想起哥哥曾经对他的鼓励。我有跟哥哥讲，说我要比一个比赛，你记得吗？那一次，我知道你一定忘了。还有你这样假装，你刚才讲说这次比赛很重要，然后会影响到队友，然后哥哥就打给我一段话，就鼓励我，当下就哭了。对，就是低潮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骗人，好像是哦。对，2014年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也低潮，互相扶持。对，真的。所以就是那段时候啊，就是低潮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是最辛苦的。心里的话匣子一打开，陈家两姐妹向美珍爆料妈妈的铁血政策。从小我们妈妈就打我们，爸爸也没有打过我们，就只有妈妈。小时候还挤水桶，掉下来，掉下来，跪在门口，人家邻居都在看。好了好了啦。个举着，还不能掉下来，掉下来，所以掉下来还加水了。等他们结了婚，生了小孩，看见我体会到，原来我妈妈原来就是这个样。对。你要体会到才知道。对，以后选老婆要好点，谨慎。对，你选老婆要选好一点。很多怀胎又剖腹呢，我都会说，我剖腹生你们，你还这样对我，真的。其实很辛苦，其实剖腹生产很辛苦。
美珍分享自身化解与妈妈争执时的妙招。我以前也是常常跟我妈吵架之后，我走，我妈就是大哭，我爸就会打来说你妈在哭了啦。哦，跟我爸一样啊。对，一样的状况嘛。然后可是后来呢，我学到一招就，就好，真的惹妈妈哭了，我就不管怎样，我就抱住我妈，我妈一直在扭，就抱住她，好啦好啦好啦，不要哭，对不起对不起，就这样子。这个家庭。到小孩子延伸到现在，我们是属于刀子嘴豆腐心。嗯，但家人都知道，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很要好，但是他们很容易吵架。嗯，其实大家长大成熟后，渐渐也感受父母的用心。可能慢慢一年一年之后，经历一些事情，说哎，就是他们讲的可能有一点道理，虽然不是很认同，但是可以从中可以吸取一些东西，然后去警惕自己。嗯。有真的会经历之后就会变不一样。嗯，我觉得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好棒的儿子啊！废话。在四年前成为人妻的美珍，也分享她在婚姻中的学习。那我老公是他们住在美国，他们是美国的家庭长大的，那我是在部落长大的，那所以有很多的冲突，但是。我觉得婚姻啊，让我学习到什么叫做，互相成长，不是互相伤害。两个都有各自的想法，你没有办法沟通的话，你只会两败俱伤。美珍知道陈妈妈、陈爸爸一路走来的辛苦，餐桌上也当场做起心理治疗，鼓励彼此勇敢表达爱意。每天都在看呢。我们每天在一起，从来没有好好。我现在是个屏障嘛，我现在是个屏障，我先让开一下。妈妈，你又这样。你看，哇，这讲得出话来吗？这样子，可以的，可以的。哎，小孩子都那么大了，26年了，加油，加油，加油！老婆，真的很谢谢你，啊，爱你。这一天不只是谁来晚餐神秘嘉宾登门拜访的日子，还是浩伟26岁的生日呢。感动，这个是我第一次帮我哥过生日，对啊，然后其实他能有这样的成就，我也很骄傲。不要抽血，难过，等你这一刻，他的这一刻，我都厌了。老公，你干嘛一直捏我屁股？好痛啊！要哭哎！因为我在这个家庭，算是聚少离多，因为我很少在这个家庭常常跟家人聚在一起。就像这一次的生日会，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吧。外面再怎么好，再怎么华丽，还不如在家里跟家人聚在一起。最重要的还是谢谢我的英雄。加油！我的英雄阿公，因为阿公从小早好。好了，加油！不要怕嘛，还有我。好嘞。还有。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有很多的原住民原本的单纯，原住民他很内敛，可能不太会表达内心里面对家人的一些情感。我觉得这是需要学习的。哦，他踏出脚的那一刹那，我真的是一猜就中，那就是黄美珍。我是从我真的是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喜欢他，喜欢到现在，蛮喜欢他这首歌，然后也很喜欢他，就是这个人。小姐又好温柔，她又会唱的。哦，今天非常高兴。怎么讲？孩子特地从大陆回来，他这样一路走来也是很辛苦。小时候有这样子，然后就没有，所以刚刚这种感觉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发则的。待会因为我们要看记录。